我们现在演示一下怎么拆箱。我们拿到箱子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为了防止物流摔坏，所以都一般都锁得很紧。我们首先拿到一个一字刀，哎，把这里撬起来，把这四个一起都撬起来，周边有八个。通过这种方式的话，就可以把整个箱子打开来。这里也有一样要撬，这里还有这里。对，一样要撬。当这些所有的都撬掉的时候，整个箱子就可以拿开来了。这就是怎么样拆这个箱子。